梨山地区的雪梨、屏东的黑珍珠莲雾，还有云嘉地区的茂谷柑，数十种春节应景水果礼盒摆满桌，送礼自用两相宜。经过两三个台风，刚好在水果生产的季节，所以它的量比也会少一点点，品质也好的也比较少一点。进口的在美国纽西兰的价格还好，在日本的日本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它的价格也稍微微调一点。比起水果价格小涨，今年的花卉量供应充足，不论是盆花、鲜花，价格比起去年便宜一到两成。而这个天灯造型的提篮里头放的是蝴蝶兰，花语是幸福到来，只要些许点缀就能轻松营造吉祥如意的氛围。年节前的鲜花盆花它是大量供货，尤其今年属于暖冬，那中南部的产区供货都很顺畅，那所以今年的货量充裕，价格便宜平稳，尤其以鲜花来讲大概便宜接近两成。农历春节到来，台北农渔畜产花卉公司举行联合促销，推出一系列优质产品及年菜组合，民众除了可以到现场挑选产品外，还能上网订购，业者提供优惠价格，就是要让大家节省荷包，轻松过好年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祥庭采访报道。